190。你咁咩啦？呢个沙发位加平啦，对啦，对啦。这个是不是你老板的？什么叫有点瘦的这个？是腰子。我想出来到七点点嘛，搞点钟，然后去蛋糕店呀。啊，怎么少了一个呢？我不给，不给。要炒蒜头喽！哎，妹妹妹，整天炒蒜头。还是一起努力的吧。废了，这还是废了。你今天会有跟跟其他的人打进来，我上了等于我不把我打入上当啊。你吧，今天啊，你打不好，我上了，我上有咩差别啊？啊。2017红色的家吧。